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是最亲密的，他的慈爱随时随地的环绕着我们，我们是一群蒙大恩的人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。我们要努力赞美，信上歌颂，以及竭力的跳舞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舞蹈蒙恩的人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我必得见我的圣洁。